请您欣赏相声《五坠子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刚才是烧饼，哎，还有陶鹤阳，是小四，这是我俩徒弟，嗯，后台最文明的演员，刚瞧出来的这，哎，一个传统的节目，嗯，这种节目它本身就是良莠不齐，哦，其中呢有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嗯，可能也有些个东西呢稍微的尺度宽了一点。是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，哦，把糟粕的东西去掉，嗯，换上龌龊的东西，哎，那就没好地方啊。好与坏呢，孩子们还都年轻，嗯，慢说他们，像我们两个人还都是小学生，都在学习，经世不道，学艺不高，是给我们一个学习进步的过程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嗯，其实我在学艺的过程当中，应该感谢于谦老师对我的帮助。您又客气了，我们哥俩到今年合作12年了，对，还真是，这不容易，嗯，我得感谢谦哥，您客气。想当年人家也是主流的相声演员，啊，从良到去，也很忙，嗯，这里慰问，那里下基层，到处去演出，是回来之后也是大把大把的数钱，哦，这一春节，哎呀，呵，400块钱啊，我至于这么数吗？啊，都是零的，其实人家家里边不缺钱，哦，于老师说相声纯粹是因为个人爱好，喜欢，家里有钱我上家去，是吧？搬有钱房子放钱的，嚯，那么破啊，吓我一跳，嗯，进来看看。一瞧，呼，全是钱，从地上码到这儿，哎，都这么厚一袋，整的，新的票子，一袋一屋都是，全满了，每一张钱上边，都印着玉皇大帝，冥币呀，我都傻了，这得烧到什么时候？哎，那也就是烧着玩用的，啊，真好。经过合作发现谦哥是一个好人，嗯，老话说得好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嗯，但是您算是一个完人，哎，还完人，一个快完了的人，我，哎，还要死，完美的人，哦，完美，完美的人啊，这人没有任何的缺点，哎，他是一个君子，他很善良，他不说谎，不害人，不骗人，你先，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，等等等等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来个避雷针，干嘛夸我？来个避雷针，说谎话是要遭雷劈的。对，我算是一个君子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是好人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算知道你是怎么死的。什么话呢？啊，说相声就这样。理儿不歪，笑不来。哎，是什么叫义德啊？义德体会在台上，哦，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，没错，对得起您每一张票钱。哎，好比说您花了500块钱一张票啊，这500块钱在家里乐不出来啊，您又说一遍。不是，您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怕他们忘了。哎，不至于的，所以说一定要让各位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。对，那么有人说了，我不喜欢听相声。哦，怎么了？可以，也允许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是啊，说指望一个人或者一个艺术形式被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，嗯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真是这样。你花1亿拍这个，嗯，我就不爱看，你能把我怎么着了？你就不看了。实话实说嘛，嗯，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欣赏角度。是，那有人喜欢人家听交响乐。好，高雅音乐，那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嗯，穿上小西服，把脖子后都最干净了。我到那一听，什么模样？这是哇，真好啊！这看个味儿啊，听一晚上也不让鼓掌，也不让动啊，也不让叫好，那是吧？说相声你喊咦，这行，嗯，交响音乐你跟那咦啊，给保安找事儿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要请出去啊，揪着脖子轰出去了就。有人喜欢看京剧。哦，国粹，国粹啊，唱念做打是。有人喜欢看二人转，哦，说唱伴舞绝也好，草根文化，嗯，还有的人喜欢看电影，哦哦，大片，嗯，于老师就是新来的片子准得看啊，肯定欣赏一下，而且盗版盘不看啊，就看正版的，到电影院去，第一支持正版，对，第二
效果不一样，还有点生效啊，准是头一轮啊啊，不管什么大片，头一轮于老师买票看，先看啊。之前也不是什么时候忘了，就是还诚心的上香港去看电影，说咱们这没有，那是看我爸爸。你也真行，你瞧瞧我就得了，对，去没听说我上香港看什么，就咱不懂这个，因为我不好这啊，你看我听个戏，嗯，听听大鼓，看个曲艺，嗯，看个书就得了。好，还有人喜欢看电视，电视打开电视，嗯啊，瞧瞧综艺节目，嗯，哦，非常了得。您的节目，郭德纲的节目，对，哎，没意思，不看，好，换个看，走，新业有戏。还是没没意思，没意思，没事啊。再换一个，嗯，有话好好说。哎呀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哦，看看电影频道，这可以。三笑才子佳人。您把电视台包了是吧？啊，这叫说个热。嗯，我那个戏有什么看的？不是，对吧？郭德纲拍的都是烂片儿，至于演个唐伯虎，他哪像唐伯虎啊？不像吗？不过于老师演的华夫人倒是本色。那能是本色吗？那。所以说人各有志，是不可强求，对啊，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形式的曲艺或者戏剧，哎，这可不少，到了唐山呐，到了天津呢，听评剧的居多，对啊，天津还有地方的曲种，天津石调是啊，到了唐山乐亭地区，乐亭大鼓好听，到东北听二人转是啊，山西听晋剧，哎，广东听广东粤剧，哦，上海听沪剧啊，到了山西听晋剧，嗯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乡土气息非常浓郁的艺术形式，地方特色啊。那么到了河南地区，嗯，有一种曲艺形式是脍炙人口，什么呀？河南坠子。哎，这个在河南火极了。哎呦，那是红遍了河南呐。啊，很简单，是吗？一个唱的，一个乐队。哦，乐队这拿这胡琴呐，嗯，叫坠胡，哎，给坠子伴奏，哎，你拉这弦儿，嗯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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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，就这份儿，你听着这么亲切，嗯嗯，演员有男有女，哦，当年北京城也曾经有过坠子演员，是，但是现在曲艺整体的没落，嗯，所以咱们这儿见的少了，哦，唱的也少了，河南当地，嗯，尤其是往前倒，嗯。倒数几十年去，那个名家辈出，好角多。说这么一个人，您可能有过耳闻，您说一说。河南地区的坠子皇后叫乔清秀，哎呦，这可是大家，有个外号叫盖河南，盖河南，听人家这名啊，盖河南，嗯啊，把河南唱坠子的全盖了，多好。以后给您起一个外号，我叫什么？盖北京及周边各县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就没往市中心来过似的。这是我们相声界的郊县天王，来，这好，净六环以外的我。嗯，挺好啊，就说明您的艺术乡土气息浓郁。哎，这难得吧？哎，很可惜呀、啊。嗯，乔清秀，你是没赶上。啊、嗯。你赶上了，废话，你都没赶上，我哪赶上了、哎、我说的呢，这虽然说我比你大几岁，但是这些我哎不对，碰到先等一会儿，怎么会你比我大几岁？你今年多大？我四十三了。哎，你想好了？我有什么可想好了的？43，43岁、嗯，我38岁。对呀、啊。快到我生日了啊！快到生日，我1月18号的生日啊！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你们都带没带礼物啊！哎呀，但是记住了，千万别买礼物，哦、千千万万不要买礼物，是啊，因为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啊！待会儿你走的时候，每个座上都有点钱就好了啊！我挨个去捡，累死我也认了啊！哎哎呀，说到哪儿忘了？好吧，我们重来啊！于老师是一个哪儿来？从哪儿来的？咱们地雷针开始吧。啊，没听说过啊，没听说过。咱们说到盖河南，对，乔清秀唱的真好啊，嗯，表情生动，而且在当年倒退好几十年哦，他就把好多地方的方言嗯转换成了接近普通话的。语调啊，有特色，让更多的人能接受。哦，值钱值在这儿。嘿，这说起了几十年前，你现在听他老唱片，你觉得哟，感觉出来好多就是普通话唱的吧？哦，值钱值在这儿，而且声情并茂，就那么好。唱个悲惨的段子，那全剧场人都跟着掉眼泪。
他都能哭了，真好，真好。我听过唱片，我都觉得有好角。哎，啊，这么着，今儿咱们封箱，高兴热闹，您给我们来了，得学学这个。好，啊，我谢谢各位。术业有专攻啊，我这个这方面下功夫下的不足。您客气了，都知道您能唱，尤其是地方戏曲曲艺，咱们这么学一学，咱大伙儿爱听不爱听啊？好，学不用多，学一段。谢谢各位台啊，您各位真是太捧我了啊！又这么支持我学坠子，又给我留钱买礼物。谁呀？甭提那礼物的事儿，先我就交给他们。您先上场，哪有那个不会交朋友的人？哎，就您会交啊。因为我们年轻，也没见过这位老师，只是听过唱片。是，另外河南坠子离着北京这边远一些。嗯，如果说人家是一座高山的话，我只多学人家上面一粒沙。您太客气，就您感觉一下人那个气氛，嗯，把握整场太高了，是吗？我这根本一点都不像。那您是怎么导致那位烫头穿着旗袍那个？啊，就是，反正是那么个意思啊。你看，还真是认真，是女演员，不是男演员。哦，这得分清啊！当年老年间评价女演员说叫色艺双绝，是艺术也好，长得呢也漂亮啊。好好，这个这大褂，嗯，这也不像，因为人家那个是这个旗袍，旗袍呢比大褂要短一些，我就作品成样啊。嗯，很像了，很像了，是这个意。嗯。您这是干嘛？旗袍里边都得露着大腿，但是人家大腿上怎么有腿毛？捞鱼去了是吧？各位见笑了，这是你们哭着看着非要看的。哎，前后门上锁，看谁敢走啊！哎，要了命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这没带着丝袜，不行。就这样，挺好了，行吧，挺好了。嗯，我们底线也就到了。我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好意思。您放心，我们比您还不好意思。好吧，好吧。还行啊，还行啊。我就是没你白。行行行了，这白不白的不碍事。凑合瞧吧。是这个意思啊。过去的剧场它是这样的，都是小茶园。哦，茶馆没有主持人，下面听什么演什么没有。那怎么算开始？他舞台上过去有一个电铃。哦，这个乐队的老师一跟着坐着，坐一场。哦，可能四五个演员都是他一个人伴奏。是，所以这儿有一个电铃，他一摁，演员就上场了。是这么一个，您就受累摁下电铃，那我摁电铃就算开始就可以，我就上场，我就到咱们就在这儿就好比就上场，上场开始学坠子皇后啊！哎，您瞧皇后这德行，来吧，你这样鼓励我，我会骄傲，听得出好赖话来了。快来吧，你们确定是要听是吧？听。这大过年的，你们怎么想的呢？那咱们瞧瞧吧。那时候就知道漏哈。这是那坠子的板儿啊，板儿。大年初一头一天，过了初二是初三。初一十五半个月，腊月三十正一年，有唱诗。今天来了不少人，来捧我们这儿唱坠子。是，刚才那唱是坠子，这一唱也是坠子，下一唱还是坠子，还有位子。今天全是坠子，说全是不就？唱不好，客气。好不好的，各位是多多的原谅。经识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我们也是非常的年轻。老少爷们儿，你们多我多多的帮忙啊！唱哪一段呢？唱段三堂会审，
一汤纯好，在县子辣起来，还要长者会散汤会身与汤纯。这就开始唱吧，就说唱，声情并茂啊，哦哦，从上到下所有的劲儿全使出来，好，你看着点。您千万别忘了，现在这是旗袍啊，这习惯比较大伙儿啊。散烫毁身，雨烫蠢，您唱。我本是北京城青楼女子，结交相王三公子，他是南京城里的人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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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两个人那是相交做够二年半，花地他囊中空虚，一人冷哼无有分文，最可恨，老王大包儿他多没心狠，我的大人啊，把我那三哥哥赶出了院门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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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命老妈把东西买呀。回来他就说起鱼汤纯，闻听我那三哥他就了了房，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咚小路啊，一个隆咚一个隆咚，好意思惹身子摔在我那凉水盆。弦儿跟着哭什么呀？说实在的啊，啊，唱这个是最难的。是啊，声情并茂啊，包括动作啊，都是。行行，您注意，千万注意这个啊。这入赘的，这就属于是文赘、啊。这也跟文赘，悲悲切切唱故事啊。哦，我可以先放下来了。早就不应该撩人了啊！你们没有我就看了。有什么可看的？我这位演员就是色艺双绝。您这就算丑不多银，哎，就算这漏坠子叫文坠子，哦，还有一漏坠子叫武坠子，还有武坠子，你听这名武坠子啊，文武在打，哦，还打，很少在咱们这边演出，嗯，现在有在利比亚那边，没听说利比亚听坠子，塞尔维亚那都有。哦啊，那个很热闹，是吧？场都是五段的，嚯、哦！三列国东西汉啊，什么瓦楞山，哦啊，金刀铁马，刚刚一开打啊，那个坠子热闹之极，可看性很强。哎，这么着吧，您再给我们学一学这五坠子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件五坠子也是有男演员，有女演员，也分。我来学一个这个女演员啊，第二。咱就别学男演员女演员，咱就学这坠子腔。我现在觉得艺术表现方面要这个，它比唱省事儿。光靠托啊，这个我一人唱不了，一人唱不了，哎，一人来不了，因为这五坠子呢，我这边唱，这边还有拉弦的。哦，这需要弦，还有拉弦的乐队是一起表演。哦，我来这边，来往那边啊，那没关系。怎么了？我给你来这弦儿，这拉弦儿了，怎么样？哎呦！你是真的吗？可这当然可以啊！你把腿撩起来看看。哎，拉弦儿的看什么腿呀、啊？真行啊！可以啊！那您可受累了。那么挺客气。今天咱们哥俩合作表演一回五坠子，展示一下吃传统曲种，大过年的风箱，咱们热闹热闹啊！好啊！好。
您来这个伴奏的老师，哎，弦师拉不溜活的，对，需要坐在这里有一个凳子。好，那我来吧。有吗？哎，我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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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搬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来呀，你来吧。说便宜话，你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！这哪里了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吧，这就开始了。好，这个捂住嘴也得简单的化化妆。好，我这袖子刚才都不该弄下来啊。哎，化妆，化妆啊！因为这个抬手动脚了，它会方便一点。好啊，就这个轻易都不爱演，我这弦儿，哎，就来这就行。好，这就是弦儿。好吧，好吧，嗯。哎，我就来这个啊。啊，你们先来。谁？真可惜啊！我这扣姐往里边翻一下啊，方便点。哎，还翻领子？扣不了，捂坠子是吧？捂坠子就翻领子。那，你给家打一电话。你要干嘛呀？不是，有你在这儿演奏捂坠子，我知你家里放心不放心？我这有什么危险吗？没有什么危险，没有危险啊。然后或者你发个微博也行啊，有点什么事不好随手拍解救你。我瞧我今儿要悬的，非常简单啊，是吧？干嘛还蒙头啊？啊，当然了，无坠子嘛，是吧？啊，这全是特点。太好了，嗯，你不改主意了是吧？我都要看啊。谢谢大家啊，您这就是看出殡的不怕殡大。这个问一下，这个舞台上就是还有没有铁棍子之类的？干嘛呀？这要一会儿这坠子那个板儿最好。有铁板的吗？那都是弹板啊。这个这不过瘾。我确实没带。这头也行。好了，我都准备好了啊。我没准备好呢。我拿电话去要。你别来不及啊。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是应该准备一下，最起码你要试一试丝弦的高矮，也不知道那个吊门怎么样。我吊门应该是够得着。你试一个过门，我去啊，我试一个过门。哦，过门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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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！哎，对对。哎，就这坠子就这个。但是这个低了，我这个吊门高。对对对。哦哦，对，也是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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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！真是个好演员，一说就行啊！这吊门再高一点点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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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这是在宫里上班吗？这什么话，这够您这调了，这差不多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吧？跟刚才一样啊。哦，你摁电铃，我上场。可以，您准备好了吗？那我准备好了。我可快乐，今天就算是我的生日。这么过瘾呢，这。党匪何准当江桥，虽然不是行为来，一人无情百人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您等会儿，我这都不挨着，不挨着，不挨着就对了，还对了，不坠子就不挨着。哦，全不挨着，多新鲜呢。你好，坐着。哎，此局即刚年马，不惜捐出本瓜表子贺为元，问今你场子会坠子否？把弦子拉起来，我要唱一回坠子书啊！打了海了，你了家不海呀？打了家海呀，嘚儿海海呀海呀！什么玩意儿？你吓我一跳啊！你快差点给我打死你！怎么了？怎么意思？说说打上了？五坠子吗？五坠子就打人呢？那还能多呢？真打！我问了三遍，你非得来这个？好。
我拦得住你吗？谁要听这玩意儿？拉弦喽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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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这帮子还来吗？活不了，快谁也活不了！你要疯了，你这要死了是怎么着？怎么干嘛呀？这呀呀！我已经开始表演了。您这是表演了，我这都唱上了，我还以为要咬人呢。您瞎说，唱什么呢？要罢了钱，要罢钱是？对，就是过去那个园子里边，不是卖票，哦，都是打零钱，要罢钱嘛。哦，要罢钱，要罢钱，输归了正，咱们就开书，这就上了，那还等什么？这完了，来吧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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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要罢了钱，输就归了正，他管拉，我管唱，恁都管听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唱大伙管听，对呀、啊，我不拉你不唱，大伙呢？那就别听了，那就还是的呀，拉弦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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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爱听文来，爱听武，爱听见了你了，爱听那种，爱听文的那不会，爱听武的我自古学生，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，哭拉半天全都不中哎，那别唱了，那就全不会，您唱什么呀？拉弦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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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Thank you.
行了，这个来绿帽子更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行了吧，行了吧。别动，你过来，你过来这边。这大伙都知道啊，这我师弟侯震，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啊。啊，行行行行，这个相声世家这么大外行事儿，你给他弄这么一绿帽子，这个。问题我们这表演的他就没有那没法弄着呢，这什么意思？我打不过他。啊啊，这个是差啊，就是啊。你来这到底是相声世家的后代真损啊。好了兄弟，好了气儿倒拿走。太好了，哎呀，你们家净凶器啊。孙子咱们俩非弄那两败俱伤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都这样了，你要什么活下去的意思？你说呢？家里出这么大事儿，还有心拉弦儿？咱俩这几个事儿都不巧。这大年纪的，我急你是吧？怎么着不让用啊？这来吧，那就不让用，你就搁这儿，真不让用啊？那可不是吗？那倒也是啊，咱谁都别用这。啊，那你也不用了，好吧？以前就知道啊。他说两句话，我爱跟于老师一块唱对了啊，这是个高人，你知道吗？高人，您没好过门，咱接着唱。